走，现在这叫双马路，单双的双，双马路。七半点儿，七半点儿，白天下坡还好一点，我之前有一次晚上开车上，晚上开车下山，我去那才刺激啊！我跟你说，人啊，多经历点事儿，没有坏处。我去这个坑，它不是坑，它是那种长条的那种沟，啊，窄条的那种沟。这种东西，如果你车速过快，直接过去过的话，它有可能你后胎就给你切了，你知道吗？刹车也不是特别灵的那种，不是特别灵敏的那种，所以说你得提前刹。连续弯道哈，行了，弯道，这是弯道。我捏刹车，现在都20，我去，现在说。
它这种坡比较陡，稍微一放，车速稍微一放，它特别快速。势能转化为动能，我们刚才推上来的时候是动能转化成势能，是吧？现在高度318，我刚才没看啊，就这样。不控制车速，你看这一个减速带嘛，车速快，你要压上这减速带，你再没控制好车，你这一下就飞出去了，车留下，人飞出去，是吧？得尽量控制好车速，手累，上坡的时候腿累，下坡的时候手累，太陡了，我去。30了，我去，看了吗？就这么一会儿，30了，车速。哦，这是个吊，饭庄。我这猫跑这儿来了。我去，这手啊！
现在高度啊251。238。这边也有菜地，菜地。229。马套将军山，马套将军山。